心满。
现在这个时间不是歌唱比赛，就算哪怕是比赛也没办法嘛，唱错就唱错嘛，对不对？明天再唱好一点，做人就是这样子，错就错了算了，这知错能改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我希望在场的朋友们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？如果不会唱的无所谓了，动动手动动脚，摆动您的身脚吧，来来，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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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